2023年11月11号到11月19号，开放的时间每天的9点到下午7点。展出地点在大溪叶梅休闲农业区。朋友们好，永军坐火车来到中立后火车站，搭5098公车。今年的主题为花舞童话。梦幻的花丛中树立一座高达5公尺的神奇糖果屋，充满童趣想象，超过20款主题图腾，5座梦幻打卡装置艺术，换作 3D 彩绘墙等等。全区约有22公顷景观花田，永军不啰嗦咯，来到现场就能一睹壮丽花海。朋友们好，记得订阅我的影片，分享、按赞、点赞、小铃铛，感谢你。
订阅我的影片，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。介绍一部影片是去年桃园花彩节《桃园梦想号》。记得订阅我的影片，分享、按赞、点按小铃铛，感谢你，拜拜。